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樱花。看到今天的封面截图，各位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游戏的实际画面呢？别急别急，马上就放给你看。但是如果各位真的想要找到十八禁画面，记得要确实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昨天在日本 Google Play 上架的 Bubbles and Doors 是一款动作射击类型的手机游戏。故事讲述一群赌上自己青春的美少女，一同参加了一种使用水枪来比赛的竞技对战 Splash Door。 为了成为世界第一的水枪选手，他们必须在各位教练的督促下使出浑身解数，赢得各种比赛。游戏采用三对三即时对战类型的玩法，玩家们必须善用各种技能、装备、道具甚至地形，朝着敌人泼水来设法获得胜利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承受一定伤害，角色将会倒地，且身上的衣服也将遭到破坏而变成泳装。重点来了，虽然本次日本上架 Google Play 的版本最多只能看到泳装，但本作其实也有更裸露的版本。听到这边，相信各位老司机们应该心中也有一些底了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打下关键字到官网上找找，或是搜寻中文名称《城市里的奥派》，或许你就会发现一些新天地哦。